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你干什么？乌龟，乌龟来了，乌龟！哎呀，这小家伙，娇小玲珑的，这么能打，差点就摔在他的手上了，真的是，哎呀，给我起来！哎呀，哎，在干嘛？没干嘛。干什么呢？没。干什么呢？乌龟，乌龟，哎，乌龟。哎呀，什么叫乌龟？哎呀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我还想呀，等一下那个是哪里去弄呢？想不到你自己动上门来了。看你这样子，长得也蛮漂亮的。哈哈哈哈哈！漂亮啊！你说到底想干什么呢？干什么的？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要走。我就是那个心狠手辣、无恶不作的人贩子。今天既然你送上门来了，你们两个我都要抓走。哼，抓走！你既然胆大妄为的在我们村里面作案，哼，口吃了熊皮豹子胆的吗？不要废话了，不要再啰啰嗦嗦那么多。我劝你乖乖的钻进我这个麻袋，免得等下他就是你的下场。哼，下场是吗？伸到这个袋子里面是不是？对呀，准不准？喂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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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说，我奉劝你立刻把人给我叫醒。叫醒？你竟然敢祸害我们村里面的女孩子！我跟你说，叫醒不可能。等一下，你也得晕。哎呀，还得晕是吧？什么鬼东西，这么臭！发财的东西啊，想不到你这个小辣椒比那个还辣，哈哈，把你们几个弄到大家里面，那些大龄青年肯定非常喜欢。还非常喜欢？我告诉你，法治的社会，你敢这样子为非作歹、藐视法律，那可是下场是什么？吃馒头。我跟你说，不要跟我们这种人打法治，我只知道今天把你们两个弄去，就200万，我就发财了。既然你不愿意跟我走，我就先把你的手脚拧断了，再把你塞进这个麻袋，跟他一起带走。行啊，那行，我就给你点颜色瞧一瞧。他，我是要定了，有本事你就死上来。我就看看你的拳头有没有你的嘴巴那么硬。呀！我头，不要！我逼死你！呀！哎算你狠，算你狠！哎呀，你这个臭羊们这么厉害的，行，今天你赶紧走，赶紧走，我不抓你，我只要他。他？你也抓不到我，你也别想，就算我再狠，你没人这么狠。哎呦！啊！我打！我打！我打！你打！让你来祸害我们村里面的人，你花一样的年纪，你就敢祸害了人家骨肉分离，家破人亡！你们家！给我要点钱！行了，我说你个臭婆娘，今天你既然敢多管闲事，坏我的好事，人我也不要了。打就在那里，要叫你去市集去叫，我要过那边隔壁村干另外一单，别打。再干另外一单是吧？去看我的棍子好不好使啊！啊，别打，别打，我叫，我叫，我要不要？我叫。看来你是胆子肥了，不要命啊！没有，没有。怎么弄你？我弄。哎，小花椒。哎呀。哎，小玉，快醒醒，快醒醒！去哪里？哎，没有没有，我想从这里回家近一点。哎呦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干嘛？干嘛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没有没有，我本来是找小敏逛街的，他拿个手提袋想套我。哎，都是误会，误会来了。我从那边菜地回来，就看到你已经晕到那里去了。不知道拿了什么东西把我弄晕了。那防晒霜，我看见太阳这么大。防晒霜，是啊，明明就在那沙沙烂。其实也不是了，就跟香水而已。既然他也没有事，你也没有什么事，我就先回家吃饭了。回家吃饭？啊，是啊，送你去一个地方免费吃饭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要你去四嫂去，你不四嫂，那现在可是罪加一等。什么个意思？现在你不让我走，把那东西捡起来，那个是刘小丹最有力的证据。行了，明我说你看，哎呀，我是要防晒的你。行啊，我去哪里？行啊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今天又不是他的出现的话，你今天晚上就不把我数钱了。我劝你还是乖乖的回去杀个大公鸡，
拜拜你那些老祖宗，今天要不然的话，今天你就中大干了。嚣张！今天我就让你有来无回的。小英，你要出门在外就小心点，保护好自己，遇到危险了就大声喊救命或者打电话报警。好的，还好遇见你的小英，非常感谢你啊。没事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咱们现在就把他拉到派出所去，让他享受那个法律的制裁。你也去作证去。你敢？为什么不敢呢？免得你再祸害别人，就是我跟你说，一个受害者。等一下，我兄弟过来的话，没说你们两个，就是20个也逃不了。人家兄弟，我告诉你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我就不怕你们这种不法之徒。我弄死你去！让我动手还是自己去？我自己去，别打了，躲着那点吧。哎呀，罪有应得的，谁叫你什么人不做，非要做这种人犯的？松手，高头走。我报，别打就行，你们两个。我做人不行吗？走。你这，哎，别打，我走，我走。